封套在4月1号就已经发了，我不可能发到你家吧？我不可能发到你家吧？这个是公告，在每一个路口我都有放。因为刚才警察打我，他又说不敢，警察不可能打人，一定是我做错事情让他打我。可是我只是想保护我妈妈，你们每一个人都拿辣椒水不是我妈妈，我只是想保护她，你们就拿枪对着我，因为我不害怕你们。包括今天现在要接教的团体林志健先生，我们很明白的跟庙方跟这些团体都讲过，这是一个庙会，不是政治活动。对，来，全部来跑。
在，我公告在4月1号就已经发了，我不可能发到你家吧，我不可能发到你家吧，这个是公告在每一个路口我都有放。张安乐先生，我们遵照国家的法律，遵照现在防疫的措施来执行好吗？好，讲法律我要告你们，好吧，我因为你们是黑箱作业。好，你如果有 你如果有你的想要诉讼或检举，欢迎你去。今天就是依照我的公告，依照中华民国防疫中心今天我们自己有口罩戴好，我没有违法哈。口罩戴好，口罩戴好。防疫就是政府说了算，口罩全部戴起来。他说法律他说了算，我是说政府说了算。拍下来，拍下来。他说法律他说了算。我们跟你们这个团体也已经讲过了，打满三剂，照册，从管制区看黄卡进来。为什么你们不想要出示黄卡就想进来？你们有没有？你们有没有打过第三剂？打过第三剂？那我这里，这里，这里，我帮你们打在这里。欢迎，欢迎从那一个地方去做管制，管制局去看。不是为了拦住你，每一个在场的公民都必须服从这样的一个管制区。这你说的算，你要公告，你没在报纸上公告，这是你的认知。我在台北，你公告在这里有什么用？ 好不好？台北人可不可以来？各位，我们遵照防疫规定，我们欢欢喜喜的参加这个活动，好吗？照我们规定来。